星辰科技，季总。季星。你也不喝酒吗？来，季总，我先干为敬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敬在座各位一杯。来来来。季总，您这一口酒打一圈儿不太行吧？这我们倒无所谓，这常总可是业界大佬，您好歹给面子，喝一个。我说老朱，你怎么说着说着能说到我这儿来啊？那这么着，季总，我单敬你一杯。哎，季总。这常总拿的可是白酒，混酒容易醉，别为难人家。哟，这韩总都开口了，季总你厉害呀。常总，季总这杯酒您是喝不成了。韩总说的对啊，人家一个女孩子叫人家喝什么白酒啊。咱俩喝。好。庞总爽快。庞总好酒量啊。韩总，这常总已经给您面子，不让季总喝了，您好歹也给个面子，喝一个。常总，我敬您，敬您一杯。英雄难过美人关呐，这韩总您这一手，那多少小姑娘你迷死啊！不好意思，我们还有事，失陪。哟，没喝酒吧？你还好吗？要不要去医院？没事，过一会儿就好了。唐宋，在查一下常和和朱厚宇近期私下有什么来往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喂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我现在过来，志愿者出了点问题，我得赶过去。唐宋，去创新中心。哎，别，你还是先休息吧，我自己可以处理。我陪你去。
到底怎么回事？志愿者出院后不久，在家不小心踩到了地上的杂物，从楼梯上摔了下去，造成骨骼错位，旧伤复发。旧伤复发？对。可是之前，所有的试验病例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。即便是不慎摔倒，也不至于这么严重。我在想，会不会是产品？你是说产品有问题？把张凤美的病历再调出来看一下。张凤美。